一，黄鼠狼卖药。黄鼠狼提着小篮子，一路高声喊道：“大家快来买药呀！是祖传秘方，包医百病，快来买呀！”青蛙问：“能治喉咙痛吗？”“能。”黄鼠狼答。孔雀问：“治头疼行吗？”黄鼠狼胸有成竹地答：“肯定行。”梅花鹿问：“身上有臭气能治吗？”黄鼠狼提高声音答道：“治臭气最行，药到病除，只要嗅到药味，臭气就会消除。”这时小羊走上前问了一句：“黄鼠狼先生，你为什么不用你的药治治自己的臭气呢？”黄鼠狼一听羞红了脸，夹起尾巴跑掉了。